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师傅，麻烦靠一下岸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周先生，好久不见啊。你好，美玲，多谢你这么照顾十一。你老公来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嗯，再见。拜拜。回来的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那边的所有问题呢？都解决了？我呢，今天上午到了上海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包括研究和回国的问题。回国的问题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有麻烦，是我之前那些同事太舍不得我了，极力的想挽留我，仅此而已。嗯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个，这次突然回来，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我了？有，我很想你。那你不走了？不走了。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的看王运动啊？向失败者致敬。